家嚟到呢個咩新橋下極限現場，8:00-10:00。在入面最篤篤的就是籃球場，我們現在走過去。藍色隊了，走到尾啦，跟住呢一度呢就是新橋下籃球場，然後開到夜晚12:00。不過依家冇人打籃球啊，睇嚟。好，而家正式我哋喺台灣新橋裏面打第一場街場嘅6分。
搞掂 OK。